今天是2023年7月22日，我们来到了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园，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为期3天的美国最大的经过评审的户外艺术博览会。这个博览会展出了约1000位艺术家的作品，吸引了约50万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参与。艺术家们展出的作品涵盖了各种媒体和风格，包括陶瓷、绘画、摄影、珠宝、玻璃、仿制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一起走进这个艺术博览会。可以说安娜堡艺术博览会不仅是购买艺术品的好地方，也是欣赏和理解各种艺术形式的好机会。明年再见，安娜堡艺术博览会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